喜欢这首歌的一样的月光。你看看苏芮姐，扎着马尾，一身黑色的劲装，旁边的舞者配着她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法拉头，更显得她冷静，歌唱实力好棒哦。我们欢迎大家来点歌嘛，可以透过传真27758921，或直接写信到台北市八德路3段10号台湾电视公司收就可以了，也可以透过 email 的方式 email 到 music100@ttv.com.tw。各位好朋友们，金曲百老汇，我们下次再见。